本节目由五 G 视频手机双方都更清晰 OPPO Reno 3 Pro 冠名。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 本节目由 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独家冠名播出。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赞助播出。奥利奥探案路上黑白通吃，本节目由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赞助播出。关注芒果好物霍明真专属产品。老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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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探长怎么不见了？这儿怎么会有这个人形？奥利奥，我知道了，先扭一扭，舔一舔，再泡一泡。哇，奥利奥又泡牛奶澡了！哎，等你们很久了，果然你在这儿，再不来要给你吃光了吧？玩在一起，奥利奥，破案从此有依靠。本节目一共六位明星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三种身份。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一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侦探若两次都投对则可额外获得一根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莫西，莫西，莫西，刘清风同学，阿里阿塞哟，你快点来啊！唐人街出事情了，你快点过来！你怎么还不到？来了，来了，来了！怎么了？哎呀，哎呀，这边，这里，哦。我本来10:15的时候想要去路口找你，结果发现这位同学你是哪里的口音？真是古董店着火了。今天是10:15的时候我本来要去路口找你，结果发现真是古董店着火了，我赶紧打电话让消防队过来把火扑灭了，然后就发现里面这个人已经死了。哇，他这看起来感觉像是自己的手不小心把油灯给碰倒之后，看他整个手都已经半边都烧掉了。那你熟悉这里的环境吗？我从小在这里长大，还蛮熟悉。案发的时候你有发现这里有其他的嫌疑人在吗？我现在就去看一看，把可疑的人都给你叫过来。好，你把所有可疑的人全部叫到现场。嗨嗨，你是谁？发生什么事儿？
这个真是老古董家里着火了。老古董店着火？对。有人员伤亡吗？这个人你熟悉吗？我的个天哪，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古董，古董，他应该已经。谁叫我啊？你是古董吗？我是侦探啊。我是私家侦探哦。不要在我弟弟面前嘻嘻哈哈。把你那颗过分氧化的铜牙给我摘下来。这是金牙好吗？这是你弟弟。对呀、啊、都烧成这样了。古董，但脸我看得出来啊。你的弟弟烧焦啊。这我们家出这么大事，都给我出去。这稀里哈啦，嘻嘻哈哈干什么在这儿？呀，死人了！他的弟弟烤焦了，死人了！洛河，怎么了，萨萨？我弟弟，这是你弟弟，古董。哎呦，哎呦！啊！你们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啊？我以为我已经是本场最浮夸的了。哇，她好美啊，好美啊！这是你妹妹吗？她是我的爱人。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老天要这么惩罚我？你是被孩子救了吗？你的爹是不是苏醉汉？萨萨，你不认得我了吗？我不想认得，唱唱李逵唱，我好像已忘掉，唱唱唱唱陪这阔背的一切。你是我的噩梦啊，娘子啊哈，把牙齿上的口红擦一擦，娘子啊，怎么有血染？这是他的弟弟，这是你的小叔子，也是你的小叔子。英文的 Oh my God， 第一次听到，老天爷。祝你幸福，老天爷！找了个弟弟，娶了个天仙。喂，天仙？这是个哪个天仙长着两个肚脐眼？呀，你的肚脐眼在瞪我。每次一搞过来就瞪着两个眼。哎呦，又来了个美的。哦，老公。老公啊，老公，老公，弟妹，老公，老公，弟妹，弟妹，伦理大戏，弟妹，老公，不要过分悲伤，弟妹，侦探不容易啊，伦理大戏啊，人家在哭，你们注意一下，人家死者家属，不要哭，你不要。人死了不能不生，那就让他去吧，去吧。行了，跪了，跪够了，起来吧。我刚刚在火车站看到这位女士鬼鬼祟祟的拿着行李，我就把她车。所以说你要去 M 国。M 国。
他从 J 国到 M 国。你老公死了，你为什么要去 M 国？他是我老公。这个我知道。不，我现在应该是遗孀了吧？只能说你现在又恢复单身了。为什么要笑我们？人家还躺在这儿。我呢是流川枫的弟弟，我的名字叫刘勤枫。那我就是今天的侦探。现在是2020年1月17日晚上10点半，我是从 J 国唐人街找同学过小年的大学生。这个是我的同学，叫周同学。15分钟前呢，也就是晚上10点15分的时候，周同学看到古董店着火，叫人灭火之后，发现你的弟弟死在了店里，尸体右半部分被严重烧伤，万幸是面部没有被烧毁。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死者的身份是这国唐人街上真是老古董店的老板真古董，今年29岁。我和周同学呢只是想过个小年，没想到碰上这种事儿。那我就当回侦探帮你们解决一下这个案子，我觉得杀死的嫌疑人就锁定在你们几个人当中，分别是死者的家属真古董的妻子欧贤惠28岁，真古董的哥哥萨化30岁，还有三个死者的街坊邻居何茶25岁，鬼戏曲25岁，陈思佳28岁。现在大家就请跟我一起去聊一聊今天案发后你们呢当时都在做什么。好吧，来，大家请。作为今天的侦探呢，我刚刚被周同学叫到了这里，然后就看到了这起命案的现场。但是呢，我还不太认识你们，你们可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吗？从最远的那位镶着玫瑰金牙的，我叫陈思佳，我就是左唐龙。右卧虎，中间一个二百。财富到家财神光顾的陈思佳，我也是这个中华街的第一思佳神探，像什么偷鸡啊、摸狗啊、撒人啊、放火啊这种事儿啊，就都找我，然后包能破案的这种。大哥啊，有人来砸场。我这个金牙也不是白来的啊，这么多年发家发的比较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是这个死者传说中的隔壁老陈，然后我们已经是6年的老街坊了。虽然是6年的老街坊，但是我们彼此来往甚少，关系就是比较陌生。你跟死者的爱人没什么其他的故事吧？哎呀，这小眼神儿，哎呦，这小眼神儿，哇，哎呀，绿男红女的，没事能叫隔壁老陈吗？那下一位你是？我叫欧贤惠。你是不是人如其名？你很贤惠。对，我非常贤惠，我每天要在我老公醒来之前化好妆，在他睡觉以后才能卸妆，每天起来都给他喝到热的茶，吃到热的饭。你是当时案发的时候唯一一个从火车站被周同学找回来的？对。下一位，这位鬼。下面这个鬼，鬼啥呀？唱得好。我叫鬼戏曲，我是对面梨园的当家花旦。当家，这个旦儿不用加儿化音。汉大王，哇哦，好，他呢就是我的大王，我是真的爱他。他呢？你爱我吗？
悲壮悲壮。你请你不要用这两只眼睛看着我，我受不了。每次我看着他，我老觉得有一束奇怪的目光从下方射向我的脸。哇，真是很惊悚很惊悚，尤其在夜间。哇，这位萨大王，请你介绍一下自己。我的笔呢？在这。我就是这国非常有名的画家，青年画家，撒画。这个铅笔是我随身携带的作画工具，谢谢。我是死者的哥哥，他是做古董生意，我是做绘画，反正多少都跟艺术有点沾边吧。下一位，这位和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杯茶。我就是在唐人街开和茶轩的和茶。你来唐人街多久了？我会念一首古诗，你们如果能猜对我来多长时间，就算你们厉害。好。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个月。我来多久了？三个月。耶、yeah!我在这开了一个茶室，我在这儿呢只有一条感情线，就是撒画，它是我的感情线。它是我的 cup of tea， 我们是唯一共喝一杯茶、喜欢一种茶的朋友。什么茶？高山流水茶。我们是属于高山流水蜜汁音，心有灵犀，相互欣赏，英雄所见。惺惺相惜。在20分钟前，也就是晚上10:15的时候呢，那个火刚刚被扑灭，你们当时都没有在现场，请问你们人都在哪里？我在忙，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啊，这个案件比较多。什么案件？偷鸡啊，杀人放火呀。所以我一直在忙着处理案件。就说你当时是在家里，那肯定啊。有人可以作证吗？我是私家侦探，我的行踪都是私家的。最后见死者什么时候？今天确实有见过死者。在几点？作为前辈，我就不告诉你了啊，看看你的功力如何。你要抢我活的话，我第一票就只能挂在你身上了。下一位，我们的欧贤会，请问你为什么要去 M 国？因为心灰意冷。那你几点钟去的火车站？啊，其实我刚到火车站没多久了，就被他抓回来了。你最后一次见死者什么时候？哦，我今天有见过他。那下一位鬼戏曲，请问案发的时候你在哪里？今天小年夜，当然在舞台上表演戏曲了。什么曲儿？戏曲儿。看大一王。只练了这三个字。有观众吗？我是当家花旦儿。有观众，有观众。坐在下面的都是傻蛋儿。你在最后一次见死者什么时候？有，不能告诉你。那这位撒话，你的老婆在看大王的时候你在哪里？对不起，万幸的是我还没有娶她。因为以我们的友情，经常晚上下盘棋呀，喝杯茶呀。但是今天我来的时候她没在茶馆，所以我在茶馆等她，正等着病人就来了。你最后一次见死者什么时候？今天小年夜，她作为我的弟弟，我们肯定是要相见的，但是时间不方便告诉你。你打我呀？动手吗？来来。哎，就你一个人提这个要求，居然答应了他的要求。最后一位喝茶，我今天晚上在
萨画的画室等他。啊？啊？他没有在画室。为什么只有今晚我俩未能心心相印呢？就是我们太默契了，我们今晚在心中默默的约定去对方那儿等他。然后我10:20的时候听到你叫我就过来了。我今天也见过死者，但是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我不说话，让证据说话。你们五个人是互相都没有办法作证自己有不在场证明的是吗？那这样的话，我们分组呢，现在由侦探、核查、鬼戏曲和周同学一组，那剩下一组呢是萨画、陈思佳和欧贤惠一组。搜证吧。现场搜证，七名玩家分为两组轮流取证，限时10分钟，每人可使用5G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拍摄10张照片。别晕，别晕，别晕，小心！来，鬼戏曲，请您摁一下这里。哇办案神器，各位我们一起出发吧。看现场吗？好。你看那边都没有烧到，对，是的。人着火的话，第一反应肯定是要他一定会挣扎，他一定会到处都有，那就意味着他起火之前人已经没了。对。他右手上有几道看起来像是刀疤一样的伤口。欧贤惠你好，18号凌晨2:30你到这码头，会有人来接应你，带你偷渡出国。是有人帮他老婆出国，他发现了，所以他要去抓他。那我们还是稍微分开一下，好吗？我到隔壁好吗？好。哎，有个手机。6位数的密码的话，我去他们的后院看一下。好，找到一个电脑。唐人街上都在传说你有问题生不出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呀？所以他没法生孩子。哎，这有一个上锁的柜子。哪个上锁了？有一个 USB， 窃听到萨画说的重要内容都在这里了。太好了 ，Q 终于来调查 ，Q 终于来调查，一定可以揭穿真相。Q 终于查到了真相，弟弟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打开了，水墨夫人一坐，就这个人已经不在了。这个人的画应该很贵，那所以说其实就相当于是真古董藏了很多这个水墨夫人的藏画。是的。让我来看看他的地方有什么线索。
我。哦，全部都是我的货。爸爸，MG 日报，2000年12月31日，是谁的微笑惊艳了世界？10岁天才金粉画家萨画的梦中少女的微笑。啊，10岁，他根本就不是在画我的人啊！哦，那猪面还是他哥？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的生日是几号？428。高山流水觅知音。那为什么不放我呢？怎么用他的生日当密码呢？尊敬的 Q 先生，我爸爸是 J 国知名画商老曾，12月31日在唐人街附近的山上找到他的尸体。12月17日的时候，他留了张纸条。萨画先生，我想你爸爸的事可以顺便帮你查了。我带来最新的探案神器 Reno 3 Pro， 一定能真相大白。萨画，他找这个 Q， 帮他找。爸爸，孩子他妈，小画不愧是咱们的儿子。那他怎么会有这封信呢？我到陈思佳这里来。哇，哦，有密码。嘿，手机。有密码吗？有密码，4位数的密码。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哦哦。再找找别的线索，看能不能倒开这个，有点晕。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就是他爱的人是已经有了爱人。看看这个是不是可以用我爱的人打开，因为他在听这首歌。哦，开了一个。用头发帮他缝扣子。嗯，虐爱啊。我最爱的人喜欢吃的家常菜臭豆腐，我最爱的人喜欢吃的螺蛳粉，我爱的人喜欢但买不起的衣服。七 Prapa 吗？他喜欢的牌子叫 Prapa。 开了。哎呦，这应该是个 U 盘吧。哎呀，但是我现在打有哪个电脑是可以打开的？这边有打开的电脑。拿上我的探案神器，我的 OPPO Reno 3 Pro， 监控视频。怎么了？五，看一下五。摇钱树。哦，
不是要我把这些钱数数出来吧 ？OK， 没了哈。我甚至想要做一件事情，让我们大家一起放松，你们觉得如何？我觉得可以。我去我的戏台表演给你们看。好，我要坐下数。你要开始了吗？对。我是唐人街鼎鼎大名的鬼戏曲，大家都知道，想要表演京剧，没有十年苦练可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的传统艺术，也可以用上面的京剧道具过去，故意把京剧音不行，那么复杂，我来给大家表演一段吧。十。现在办案找证据找到没办法自己，所以要办案脑洞大开，抖音越玩越嗨。大家赶快来下载抖音哦。等等啊，1234精彩，你就是一起一百了。90。好的，你在数啥？5毛。我在数一个密码，5块。五块。那个萨萨，4、5、6、7，他在诈骗我的感情。3。这个钱掉了3毛。啊，哪来的？这是你啊，我帮你算。啊，你帮我数这些，这个我应该没数错，那是700，应该是700。60、50、100、720、727块6毛。打开了。你的时间只剩最后1分钟。看一看这附近瓶瓶罐罐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东西。什么？又一个电脑，真的电脑，聊天记录。妈妈，今天是你去世的日子。妈妈，今天爸爸领回一个男孩，竟然说他是你的孩子，还让我叫他哥哥。给我看到领养证明，萨和真不是亲生的。刚刚那个画全部都是妈妈的画。这个还没打开，这个密码应该是 O 茉莉。对。二是罗西斯，倒计时开始，罗斯，10、9、8、7、6、5、4、3、2、1，时间到，请离开现场。走吧，我们。是。人啊，要往长远了看。不要被眼下的这些悲伤所笼罩，要看到明天的阳光和未来的希望。来吧。探案神器 OPPO Reno 3 Pro。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 OPPO Reno 3 Pro 吗？ 5G 视频手机，双防抖超清晰，引擎高能到手抖，稳定开车靠 Reno， 不抖着都不好拍。我要先去看一下现场。好热，回到家还是脱个衣服吧。啊，那我们不打扰您了，您慢慢的。这怎么好意思呢？什么叫这怎么好意思？这怎么？您我们俩不打扰。怎么回事？
你先看看，看看你烧焦的弟弟。身体有没有什么东西啊？他这个烧一定是要为了毁灭什么东西。哎，这还有个箱，这有个医药箱，这有一封信，遗书。与其背负杀害至亲的罪孽痛苦一生，我宁愿选择就此结束我的生命。这没有名字，我要去别的地方，我要看一下。哇，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好啊，小盒子。两个人，密码，非谈不可。下午有事，晚上8:30你来古董店吧。啊，密码，又是密码，钥匙也找不到。这又是什么呀？我已经找到。这是谁啊？这照片是这个照片里的这个人吗？我要好好搜一下鬼的房间。这有一本书，情侣日常，你的才华打开了我的心门。听到这首歌，我突然感觉我的造型很像阿四，有没有？这有什么呢？这就只有666啊，没有东西啊。输入6位数字密码。初次见你，初次见他的时间是什么？啊，怎么都有密码呀？这不是钥匙就是密码，我怎么感觉一个锁都打不开呢？啥也打不开，手机也打不开，电脑也打不开。对呀，我们这三个搜证小组简直是绝配，我们这个小组叫打不开小组。真情像草原广阔，我把你身上有个心门。啊，你的才华打开了我的心门。画家，啥画家啊？你有什么才华呀？你都叫我画家了，你问我有什么才华？你怎么当的私家侦探呀？
我写了画家，但是没打开呀。你的才华打开了我的心门。谁的才华？你不能吧？才华。什么鬼？然后还有一个电脑的密码吧。电脑的屏幕，哦，屏幕是跟这个一样。有没有什么区别？眼睛周围有什么？多了一个这个。时间还剩三分钟。多了一个眼影，多了一个眼影，是不是要用啊？展示我真正的侦探的技术了。哇，妆太浓了，擦干净一点。BWBJ， 大写 BWBJ。哦。密码到底是什么？吓死我了！你这咋回事啊？他拼的这个，拼的这什么字啊？这几个是摞起来了，是什么意思啊？你把灯关了。我这不是灯。你这什么呀？我这是照妖镜。照出你的原型。你快给我看看这个密码是多少，这几个是摞在一起的，你看这什么意思？哦，什么？因为如果是按照九宫格来看的话，如果棋盘这是按照这个方向，如果是一个九宫格，那应该是，这应该是什么？它这个不是二吗？二三，这几个是摞在一起的，这什么意思？二三三，二二三三三三三，没有，棋子上有字，对，萨萨萨萨萨萨，不是，看看萨的生日，萨三二三，开了，弟弟，弟弟你在忙什么？我在跟朋友真古董过生日呢，可开心了。他的弟弟是真古董，是我老公的朋友，这是真古董给他发的信息，他可能也在查他弟弟什么事儿。我现在两个锁打不开，密码锁是吧？你的时间只剩最后一分钟。我看一下除了信息还有别的吗？他弟弟的生日，查看号码详情，弟弟。19963110311，漂亮，萨萨你真聪明。寻找荷叶，十秒来拿着，计时开始，十，你抖我也能拍，我这个。七六，别动别动，五四三，现在还有一把锁没有打开，一，还有一把锁，时间到，请离开现场。五G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记录清晰时刻，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收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梳理一下这个错综复杂极其混乱的人物关系，他们两个是夫妻关系，
然后兄弟，这个是伯牙子期之情，恋人。他们两个好像暂时真的只有隔壁邻居的关系，但是隔壁老陈跟他的妻子，我很怀疑他们俩是青梅竹马的关系。我觉得现在缺少何跟鬼他们两个人跟死者之间的关系。有请嫌疑人入场。好，各位嫌疑人们，大家已经搜证了我们的案发现场。是的。那第一位有请我们的鬼戏曲。啊，这么早？哎呀，那两个眼睛又看着我，受不了。我先讲我少的比较少的朋友，喝茶，喝茶先生，他呢跟我们的萨画有一些紧密的关系，因为呢我找到萨萨的电脑里面的桌面是你跟他的合照，密码是他的生日。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反正呢我就在怀疑他们两个的关系有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东西，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说得好。 MG 日报、是谁的微笑惊艳了世界，十岁天才金粉画家撒画的梦中少女的微笑，就是这幅画的确是她在十岁的时候画的，她是一个金粉，金粉画家。对，你没看到他的画上面都有粉，还呛到了你。你们大家应该知道萨画是以这幅画出名的吧，叫做梦中少女的微笑。这也太美了吧，这个少女吧，这少女太美是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是上面这个年份呢是2000年，但是我是1995出生的。2000年我才5岁。没有人说这个话是你啊。为什么硬要往自己身上扯，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讯息，我知道是2个月以前我们这条街上才开了一个梨园，鬼戏曲才来到这儿，然后那个时候萨才认识，我是跟着你去听戏才认识他，才认识的你，跟你一见钟情，因为他也吃惊地发现你跟他画上的人一模一样，看见他我才想起来原来他跟我10岁的时候梦到的以及后来一直梦到的那个女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我一直让你魂牵梦萦了，经常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一直是闹鬼的事儿。还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在那个雕像的下面我找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写给天堂的水墨，信的内容写说，孩子他妈想当初你的遗愿是把生前的画捐给故乡，只留下高山流水图给小画，但没想到呢古董却想要这幅画，甚至做了违法的错事，一错再错。你放心，我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古董继续错下去，势必要倒他回正途。这个讯息是告诉大家，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存在，是萨的爸爸，叫甄爸爸。你是跟妈妈姓是吗？我是跟他妈妈姓。你妈妈姓萨？妈妈叫萨水墨，爸爸叫老甄，然后他们的小儿子叫甄古董，就是妈妈想要把所有画捐出去，只留下高山流水图，但是呢，甄古董做过一些坏事，被爸爸知道了，他要把他导入正途。再来，那个电脑里面找到了一个邮件，尊敬的 Q 先生，我爸爸是追国知名的画商老甄，12月31日在唐人街附近山上发现了他的尸体，
12月17日的时候，他留了张纸条，但我后来问了爸爸的老朋友，他们却说从来没有跟爸爸出去过。能否帮我调查出杀害爸爸的凶手？这件事情是你在调查，还是你请 Q 真身调查？我请 Q 来帮我调查。Q 呢就回他说：“大话先生，我最近因为另外一个案子来到了 J 国唐人街，我想您爸爸的事我可以顺便帮你查了。我带来最新款的烫案神器 Reno 3 Pro， 一定可以真相大白。如果查到什么证据，我会帮你放到画室。那你可不可以请你说下这个故事呢？谢谢。”在去年年底，有一天我去找我父亲的时候，发现我父亲不在家。他留了一个条子，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从前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太反常了，所以我就试着打电话联系他，确实联系不上。然后我还去找了我弟弟，我弟弟也说他不知道，所以我就一直等。然后就在这个时候，12月31日下了一场大雨，附近的山上有一个土坑被冲开了，里面发现了父亲的遗体。调查局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凶杀案件，但是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我听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侦探，在世界排名第一。嗯，你去找我呢？我是最有名。这不是偷鸡摸狗的案件，对不起。所以找到了 Q， 让他帮我调查这个事儿，然后他答应了。就像你们刚才听到的。那请问他后来有找到什么证据放到你的画室吗？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萨的房间有一个密室，我用我的生日打开了密室。他的画室的那个密室里面呢，它有一个抽屉可以打开，里面呢有一个信封袋，里面应该就是 Q 找到的证据。他说这是我用双防抖更清晰的 OPPO Reno 3 Pro 翻拍的一段监控视频，明天我会上门找他对质，查清楚，一定要人赃俱获，他不止这点罪。然后这影片的内容是12月17日，是一个15秒的视频。什么呢？这就是那个 Q 给你的证据，给我的证据。但对错那个是不是你爸爸呢？我只能从视频里大概这么判断。那请问那个黑衣人是谁呢？我只能告诉你，那个黑衣人身上穿的衣服非常有特征。我讲完了。下一位，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陈思佳。我呢，刚才去了一下那个案发现场对面的鬼戏曲的房间，梨园。首先呢，就是发现了一个密码箱，密码箱里面有一张通缉令，涉案嫌疑人叫鬼把戏。8月11日晚，高山京剧团突发大火，京剧团负责人贾团长在大火中身亡。经查，贾团长的养女鬼把戏有重大的作案嫌疑，现已潜逃。所以那个贾团长会是他杀的，是吗？你放的火？对，我杀过人，我先道歉，我错了，我错了。嗯，你就这么简单啊？投票吧，就这么简单啊？路既然走到尽头了，咱们也别为难他。我有苦。然后他干过很多的职业，起过什么别的名字？叫鬼修修、鬼可雨、鬼戏精、鬼刘洋、鬼把戏、鬼画廊。对，
因为我一直就是有被通缉，所以我才要有很多的身份保护我。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他的这个电脑里，然后电脑上有两条重要的信息。第一条是2019年11月1日，这个朋友说今天看到了一个人傻钱多的雇主 J 国人，他拿着一幅画的照片四处找人，说只要找到照片里画中的少女就给10万。那个女孩我怎么看这么像你，你要不要去试一下？然后后面打了三个感叹号，然后最后又写了一个事成之后记得要给我分成啊。所以你为什么来到这儿，就是因为萨，你有悬赏过10万块来寻找你画中这个少女吗？没有，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第二条线索，就是这2019年11月5日真古董给这个鬼把戏，就是打了10万块钱。也就真古董在找这个人。然后第二条说事成以后付尾款100万。然后第三条是11月15日就问他准备好了吗，然后鬼说一切 OK。然后25日又说搞到了吗，然后说给我一点时间，再给我一点时间，再给我一点时间，一直到2020年1月5日还没搞到呀，再给我一点时间。就是你，他让你找什么或者搞什么？高山流水图吧。你怎么知道他叫我找高山流水图呢？哎，他是为什么让你帮找呢？因为他知道他一直在梦见他，所以当他出现去接近他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他在一起，于是他就可以进入到他的房间，甚至进入他的密室。搞了半天，我们两个之间只是一盘生意。假斯比斯，我们只值110万，而且只付了首款10万。你们听我说，因为我已经逃难逃了很久了，然后我希望可以拿到这个100万，我就可以好好的生活。然后一开始我不是想要就是骗你嘛，到后来是真的爱上了你，所以我每一次都会用各种的理由去把高山流水图这件事情拖延。因为所以你找到了，我知道在哪，但我没有把这个图给他。你知道在哪？不就在那画室里吗？还有一点，我在他的戏装的有一个小荷包里发现了一个远程窃听器，这个窃听器是剪断了的，所以你发现什么了？我呢，在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去找萨萨，我用我的发夹进去了他的画室，我要去找那个高山流水图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窃听器，在哪里？在一个桌子的下面。就是说别人给他装了窃听器了。我知道窃听器是谁放的，窃听器是真放的，因为我在死者那边找到了他录到你的录音。然后呢，发现窃听器，你把窃听器拿走了。拿走了。你除了拿窃听器还拿了高山流水图。对，居然敢拿走我的高山流水图。所以这就是我找到的这些线索，就是鬼的线索。好，现在为止你觉得嫌疑最大的人会是谁？根据我多年私家侦探的经验啊，我觉得应该是杀人最迫切的这个人。谁杀人最迫切？这个东西我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没讲。下一个有请我们的欧贤惠。好，该我说。首先在现场发现了一张遗书，这个上面没有任何的署名，而且是打印的。对，但是呢，看样子应该是我的老公真古董写的。
内容是死亡此刻于我而言不是痛苦，而是终于从痛苦中解脱了。一个月前的那个错误已经压得我不能喘息了。那日我与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我是一时失控才失手杀害了父亲。那时的我非但没有勇气站出来承认错误承担后果，反而用更加错误的方法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个月来，懊悔和负罪感每天都在折磨着我。与其背负杀害至亲的罪孽痛苦一生，我宁愿选择就此结束我的生命。再见了我的家人与朋友。这个遗书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得知是不是我老公本人。然后呢，我就去了这个核查的房间，发现当天在茶室等待核查的萨化的手机在里面，里面他有跟我老公甄古董发的信息，时间是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他说弟弟，以后我就要从家里搬出去了，你和爸爸在家要好好相处。也就是说，2008年的时候，他搬出去了，18岁，对。然后呢，我老公说你滚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画室是那个老头子给你买的，他就是偏心眼儿，你就是伪君子，我恨你们。由此得出，我老公其实跟他哥哥和他父亲的关系都不好。嗯。然后他说弟弟，你误会了，爸爸是爱你的。直到1月17，他又发信息说弟弟，我有重要的事情问你，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老公说你有事我们没什么好说的吧，他说有事非谈不可。然后他说我下午有事，那你晚上20:30你来古董店吧。也就是我老公约了你晚上8:30去古董店，你去了吗？去了。见到他了对吧？对。你们谈了什么？就我不是委托 Q 去帮我调查父亲死亡的事情，他把那个视频搁在我的那个画室的门口。哦，就是那个一个人拖着那个人的那个视频。对对。然后呢？因为那个衣服背面绣着一只仙鹤，非常的有特征。嗯。因为这件衣服我判断可能是我的弟弟，但是我无法确认，因为他戴着帽子。嗯。所以我一定要跟他当面谈这个事情。你是想拿这个视频去质问弟弟的？对，我是要跟他当面确认这个事情。所以你怀疑你弟弟杀了你爸爸是吧？所以这是你的杀机。然后我还在你的手机里面听到了一段录音，大家请听。兄弟，我决定今晚就动手杀了他。这个录音是谁录给谁的？这个录音是我拿手机录到的，我弟弟在跟别人打电话的声音。你在哪里录到的？就在他的古董店那儿。几号录到的？1月17号上午10点，就是案发。案发的早上。早上。当天早上。我到了古董店，想跟弟弟谈一下，然后到了门口呢，就听见他在里面打电话。这也就是为什么鬼去了你的画室，你不在的原因，因为你去真那儿了。对，我去古董店了，然后我就听见我弟弟在里面，应该是跟别人在打电话，但是他说的就是兄弟，我决定今天晚上杀了他。杀了他。你只录到这句话吗？我只录到这句话。那你后来见到他跟他谈了吗？没有，我录到这句话以后非常震惊，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且如果很明确的是我弟弟在说他要杀了他，不管这个他是谁，显然我弟弟要动手杀人。所以我当时非常震惊，录完这个声音之后我就立刻走了。啊，那你就没有再追问这个事情吗？因为我在当时震惊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进去立刻当面对质这个事儿，而且他正在打着电话，你怕对于解决事情，对，其实没有好处，也许会生出其他的误会，所以我决定找他谈一谈，才有了后面我发的那个弟弟你有空吗。啊，对啊，刚才的那个短信。下午。对，在我录音。你早上录了音，下午给他发的这个信息。我说我们好好谈一谈。你想问他什么事？就包括这个电话的事儿，包括父亲的事儿。好，就一大堆事儿。然后继续核查的房间的这个棋盘很有意思，这是一个打开他手机的密码，密码是
SA 就是萨，然后三二三。三二三是萨萨的生日。高山流水遇知音，知音难觅。人有的时候一生都不见能拥有一个真正了解自己。对对对，这个我非常懂，我非常认可。就三个月前我们认识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之后，我发现他是伪君子。你发现谁是伪君子？我发现他是伪君子。他是伪君子。对。哦。好，然后侦探，我接下来的发现是有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有一个寻找荷叶。请问这个荷叶是谁？我弟弟。嗯，我叫何茶，我弟弟叫荷叶。对。还好没有一个小弟弟叫蛋。何蛋。何蛋。茶叶蛋。茶叶蛋。寻找荷叶这四个字，包括我跟我弟弟的照片，是原本我贴在店里的。因为我来追果其实就是找弟弟，就是为了找弟弟，所以我带了很多茶叶来，就想说一边做生意一边维持生计，一边来找弟弟。啊 ，OK。但问题是你弟弟去哪里了呢？你为什么要找他？他失踪了。我弟弟是2019年10月2号突然联系不上了。然后何茶的手机里面在2018年11月11号给他弟弟发了一个信息，说弟弟你在忙什么。他弟弟回复说，我在跟朋友真古董过生日呢，可开心了。然后发了一张真古董27岁的生日蛋糕的照片。所以你的弟弟跟我的老公是朋友。对。三个月前我来到了这一国，很快真古董就找上门来，他说我认识你弟弟。我老公就来找你。他来到我的店里，他告诉我我弟弟在这一国一直在做道化的生意。我弟弟是水墨大盗，因为他专门偷水墨夫人的画。水墨夫人就是夫人，就是我妈妈。然后他还拿了几个监控的照片，他说你看，这就是你弟弟偷画的证据。然后我看到这个人戴着口罩在这个里面走，还拿着画，我确定这个人是我弟弟。然后2019年11月1日真古董给你发了信息说怎么样了，你说来茶馆详谈吧，他说你要抓紧了，拖一日就危险一日。然后到2020年11月11日，你给他发信息说我弟弟的事确定是真的吗？真古董回复你说，你去他那里好好找找，如果有问题一定能找到线索。请问这个他是谁？撒话。我老公让你去萨化那里找一找，一定能找到线索。是关于你弟弟的线索吗？对。他说你弟弟非常想要萨化家里的一幅画，叫高山流水图。我是最后一次跟他有联系，就是他说他去萨化家里要找这幅画，然后他就跟我失去了联系。所以他跟我说你弟弟的失踪一定与萨化或者是萨化的画有关，所以他给了我画室的地址，说你去找萨画。从这幅画的信息有可能能找到你弟弟的下落。所以你接近他是为了找弟弟？不是为了友情。我跟你毫无感情。三二三是萨萨的生日。高山流水遇知音，伯牙子期。桌面是你跟他的合照，密码是他的生日。人有的时候一生都不见能拥有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朋友。我跟你毫无感情，毫无感情。好伤人哦，这句话，毫无感情。
撒话，你的女朋友是为了你的话，你的兄弟是为了你的话，也是为了你的话，你的知音也为了你的话，怪不得你叫撒话。请问你才华是什么？所以这个真古董跟你发信息，他问你怎么样了，你约他来茶馆详谈，然后他跟你说你要抓紧了，拖一日就危险一日，什么意思啊？是这样，他是想要我来接近萨，然后我们后来成为朋友之后，我就一直不断地在套我弟弟的消息和寻找这幅画，都没有结果，所以真就像催他一样一直在催我。但真没有跟我说要我把高山流水图拿出来的这件事情，他就老要我问你高山流水图怎么回事。但问题是你特别高冷，你从来不愿意聊话的事儿，所以我接近了几日之后，我得到了你的认可，跟你成为了知音，但是我并没有能够从你嘴里得到高山流水图的具体信息，更没有办法知道我弟弟的下落。我只在你那里得到一个讯息，就是你非常想见到你这么多年来在画中画的那位绝美的少女。对，好大的一盘棋。所以但是后来我为什么产生了怀疑，是因为有一天他喝多了，我就问了他高山流水图是什么，他说那是我爸爸珍藏的我妈妈的遗作。然后我又问他是不是有人想得到这幅画，是不是很多人就是对这幅画居于已久，他否认了。所以我从心里就觉得真是不是在撒谎，我弟弟失踪了这些事情是不是假的，所以我才问了他。你完全是对这个画没有兴趣的。这幅画与我无关，我要找弟弟的下落。画与你无关，我也与你无关。你与我有关，与你有关，但是跟你并没有感情。你弟弟为什么那么想要这幅画？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弟弟想要这幅画。后面有线索可以补充，我这边有线索可以补充。我再补充一个细节，就是我第一次跟萨华见面的时候，我把我随身带的高山流水茶给他喝了，他喝了之后大喜说这是记忆中的味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小就在 J 国长大，但是我是 M 国高山这个地方的人，我们那里产的茶就是高山流水茶，你喝了之后你说有记忆的味道。天哪，其实和是我唯一的朋友，在和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以我这种高冷的性格和艺术的造诣，我是不屑于跟一般人聊天的。但是直到和拿出了高山流水茶那一瞬间，我在想君子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因为我的母亲小时候留给我一个茶包，高山流水茶，但是因为在 J 国我实在找不到这个茶叶在那儿有卖的，所以那个茶包已经被我反复的泡反复的喝，已经淡到没有一点味道，但我仍然舍不得扔。所以直到那天你来让我尝你的那个高山流水茶，高山流水茶，我才说了那句话，记忆里的味道。嗯哼，侦探，我说完了，以上是我的发现。那你觉得杀害你老公的人现在可能是谁？先怀疑你。来吧，我们把陈思佳的面目来展露给大家。我在他的房间里面一共发现了两个带密码的箱子和一个电脑。我打开了第一个箱子，首先出现的就是一根特别肉麻的东西。多肉麻呢？一件男士的衬衣。
上面有一颗扣子，应该是用头发缝起来。这是不是欧贤惠用她的头发帮你缝的扣子？是这样的，我以前就是头发要更爆炸，然后牙齿也是爆的，然后脸上还有这很多的麻子，然后小时候也很胖，所以经常被同学欺负，就是有一天被朋友欺负得非常惨，就是把我的衣服都扯破了，然后扣子也都掉了。这个时候呢，从远处就走来一位如彩虹一般绚烂的女孩，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这个时候她就拿下自己这个头上的发卡，然后拿了一根自己的头发帮我把我的扣子缝了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时刻。哦，所以从那一天以后我就一直保存着这一件衬衣，然后我一直就是在他的身边，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所以叫隔壁老王。老陈。隔壁老陈。然后陪在他的身边，然后一起度过了小学，然后初中到大学，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的那天，我就约了他见面。我想要把自己心里的那一份爱慕之情告诉他，正好见到他，然后他说我有一个消息告诉你，然后我说我也有一个消息告诉你。我说那你先说吧。他说他要结婚了。哦，好可怜哦。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没有把你的消息告诉他？我就没有把我的消息告诉他。你的消息是什么呢？我爱你，我爱你。而这件事情，欧贤惠，你因为是小时候事情，你是不是都不记得了？你不记得了？我从小的针线活都做得非常的好，我特别棒的是可以以发卡为针，以发丝为线，去经常会帮助一些同学啊、朋友啊、身边的人有一些什么活让我帮忙，我都很愿意去帮助大家。所以你觉得他是有情有义，他其实是社会实践？不是啦。哇，好，你对他有爱吗？陈的桌上有一个复读机，打开之后就响起了一首歌。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真幸福，幸福的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她说我们，只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声。我爱你。所以从那以后，我爱的人这首歌就成了我生命中的爱的主打歌。
看看别人，你那个带王带王的就不要再唱了。带王。行了，彻底行了。好，我继续说正经。打开了陈的箱子，里面出现了一张被撕毁的体检单。哎呦，真古董被确诊为没有生育能力。啊！而真古董在底下说：“我真古董绝不能变成真不行，我必须要推给那个傻婆子。”他居然说我是傻婆子！太不像话！他没说你是傻狍子就不错了。这件事情让欧深信不疑。欧之前有一个跟自己姐妹的聊天记录，就一直很自责，说我不行，我没有办法给甄家留一个大胖宝宝。结果是真不行，不是欧不行，是真不行。这个我首先想问，你怎么会有这张体检报告的？今天下午3点我去找他，说我觉得他抢走了我心爱的人还这样对他，然后就想弄他。这过程中呢，我就翻东西嘛，然后翻就从他的那个抽屉里翻到了这个体检的报告。就在抽屉里。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气愤，因为我觉得是他不行，不是牙齿要掉了，就是他不行。是他不行。不要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了。我告诉你，我至少可以确定你的牙不行。别的我不管。因为他说我心爱的女神是傻婆子，所以我当时特别气愤，然后就当时就撕掉了。但是我一冷静一想，我还得留下证据啊，就是万一以后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可以拿出这个体检报告告诉欧说不是他的过错。在刚才那个小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U 盘， U 盘插进去之后，一段精彩的监控视频。对不起公公，真的对不起，但是我真的不得不杀了你，你别怪我啊。对不起，你蛇蝎心肠啊你！但这个是意外，你要听我解释，这是意外。杀了你这3个字是意外，是意外。这不，我想看他穿的什么衣服，格子的风衣。所以那 Q 给我找的那段视频是什么？我不一样。然后现在在他房间只剩下印着欧贤惠的头像的那个手机，这个手机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2条短信，一个是一个不重要的侦探朋友跟他说，嘿，你快过来给你看个猛料，哇哦，世界名侦探排行榜的第一侦探神探 Q 来到了唐人街，听说是来查老甄的案子的，他要是问我，我怎么说呀。然后今天的9点说，哦，1个小时前神探 Q 找到我这儿了，也看了监控视频，明天就会去找真古董对质。请问你们有什么商量好的事情是他要跟你确认他要怎么说的？还有真古董发给陈思佳的，今天早上8点钟，你刚才拿着我的衣服进我家干什么？你拿着我的衣服进我家干什么？第二，今天下午的3点半，我当面跟你解释吧。真说，我下午有事，你晚上8:45来我店里说。所以你看到了我的那个视频是吗？嗯。首先第一点，你是怎么看到他的那个视频？对。第二点，你到底做了什么？第三点，你今天晚上8:45有没有去真古董啊？你去了的话做了什么？我从头讲吧，就是自从他跟那个真古董结了婚之后，但是我还想有什么方法寄托我对他的思念。就是芒果圈会有一个这个计步的功能，对吧？
就是我每天会观察他的行动，然后看看他好不好啊，然后他今天有没有这个走动，健不健康，有没有运动，对，然后就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心上，知道吗？啊，你是哪里人？你是我心上人。哎呦，然后就是到这个2019年的12月17号，我就觉得我的心被踩得有点痛，然后就打开了这个芒果圈的计步功能，然后发现他走了10000多步。这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平时也就走几百步。直到就是1月15号，我的一个侦探朋友就告诉了我说，看到了一个猛料，拍到了他拖着公公的那个。然后我这时候突然联想到17号我心脏很痛的那一天，我就想是不是就是那天，然后果然那个视频就是看他那一天。然后当时我想，就我那么爱他，我一定要保护他，就买通了我的那个侦探朋友，给了他一大笔封口费，让他把这个秘密帮我保留，然后把这一段视频资料给了你，给了我，就买断了。对，这个我就买断了，所以你爸爸的死就一直没有查出来。所以那天你是穿上了我弟弟的衣服，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这个假的视频，然后直到昨天侦探朋友说神探 Q 来了，我一想他那么厉害，他一定会发现装的那个摄像头，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时候只有找一个背锅的人去背这个锅了。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想了一个万全之策，我穿着那个真古董的衣服，然后再找一个假人拖着，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很顺利的把锅甩给这个她的老公。你为什么要甩给她老公？当时你已经发现这个体检报告了吗？我觉得她发没发现，她都会甩给她。一举两得，对吧？她一定要干掉她老公。好，然后呢？陈的房间有一个电脑，点开了之后有一个文档。是他草拟的你老公的遗书，这个所谓打印的遗书是陈思佳一手炮制的。我今天早上去还他的那件那个仙鹤衣服的时候，我发现又有败露，就是我没想到被真古董发现了，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干掉他，这样的话死人就是没有办法狡辩的嘛，所以就想了一个方法，想要约他弄死他。你今天8:45去他店里了吗？去了。然后呢？然后就是愉快地进行了一些交谈，想要有机会下手，但是发现那真古董对我防范心特别强，然后我怎么也找不到动手的时机，然后就想看之后能不能有机会，然后晚上再动手。那你遗书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下午3点的时候放。你今天去了他们家3趟，早上就还衣服。哦，对。然后下午去放遗书。啊，你进出他们家很自由啊。可能就是隔壁离得比较近。你有通道？在隔壁那是别人家呀，那谁规定的隔壁就可以随便进出啊？我现在已经很清楚他们三个的故事了。嗯哼。然后现在欧的故事不知道。所以我只能说我现在比较动作好快呀、啊！我以为你没看到你，我是没看到，我感到有一阵风不是过来，不是，我坐在这好好的，哎，我是说该你分享了。都说死者不会狡辩，但死者也不会撒谎，死者身上永远带给我们的。一定是凶手要么想误导我们的信息，要么是凶手不小心留下的线索。
死者右手被烧毁，所以我弟弟的右手上面有什么，值得凶手要花这么大的心思去烧他，而且只烧右手。所以如果能够把线索锁定到比如谁拥有火种，在现场有纵火的行为。可是你想，这个人如果是活着的话，怎么可能只烧掉一边手呢？他一定是死了以后，死了以后纵的火，或者晕了以后。这种疼痛就算深度的昏迷，我觉得也是会把人烧醒了。对，但是我没有找到其他的现场能够证明死者死因的线索。在右手的手臂上，我发现了有三个裂开的痕迹，但是死者的袖子却也很奇怪，只有这一片被烧坏，所以我觉得现场可能还有一些谜底需要我们去解开。你最怀疑谁？他两手画了一个圆，你左手画了个啥？左手画个龙啊！这样不是比到我了吗？你只能是这样。为什么？让人发愁。然后我们先说死者身上发现的东西。第一，在死者身上，他除了右臂之外，他左臂上是有三个红点的。这个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凶手就是一个逆反心理，欲盖弥彰，把右臂给整成这个鬼样。但其实可能比较关键的信息是在左臂上，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是在死者身上直接找到了一封信。欧贤惠你好，蛇头那边已经联系好了，18号凌晨2:30你到这码头，我们会有人来接应你，带你偷渡出国。那所以说这个就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找到欧贤惠是在火车站，他也身上确实有一张去 M 国的火车票，那这个信息是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不是我的。你也没有找过蛇头？我没有。你从来没有想过偷渡的方式离开这里？没有。那我们现在其实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息，我们是找到了真的电脑。真一直在和自己死去的母亲发类似邮件的东西，其实在寄托自己的哀思。信息的第一个时间是2000年10月10日，就是我3岁生日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妈妈，今天是你去世的。哎呀，我天哪！好，明知你不会回复我，可我还想用这样的方式和你聊天。我本想把你所有的话都收藏，但爸爸却把他们都捐给了家乡的高山艺术馆，气死我了。这些话的每一笔都蕴含了你的情感和最珍贵的东西，难道不应该留给我吗？第二个是10月11日晚上9点钟，妈妈，今天爸爸领回了一个男孩，并说他是你的儿子，还让我叫他哥哥，可我明明看到了领养证明，爸爸为什么骗我？你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什么时间？2000年10月11日。我10岁？你10岁。但为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是被领养？10月13日晚上8:50，这个孤儿跟我们来到这国后竟然水土不服，发高烧，还犯了失忆，真是麻烦劲。哦，你10岁那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你在10岁被领养了，你在10岁发了高烧，忘了这一切。你在10岁还画了画。我老公的妈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2000年去世的，就是是在去世之后领养回来这个儿子。接着往下啊，8年后，2008年，妈妈，爸爸竟然说孤儿的话更像你的神韵，我气疯了，你的话我几乎可以临摹的一模一样，他怎么可能比得上我呢？如果你在就好了，爸爸实在太偏心了，没有妈妈的我一点都不快乐。然后接下来精彩的来了，在2018年8月8日，艺术馆开始展出水墨夫人的画。然后妈妈，家乡的高山艺术馆把你的画带到 J 国来巡展了。虽然我已经把你的画临摹过千万遍，但是你的真迹对我来说不一样。高山艺术馆的人说这些画是捐的，所以说不给我也不卖给我，但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属于我的画夺回来。2019年，就是1年后的9月2日，然后他发给自己妈妈说：“妈妈，你的画我全部拿到手了，好幸福。”这些画我们直接在真的房间找到了，37幅，一幅不差。就是通过你弟偷的。嗯，对。然后在2019年9月15日的时候，他又发给妈妈：“妈妈，没想到爸爸竟然藏了一幅你的画《高山流水图》。”这也是属于我的，必须属于我，谁都别想夺走你。但其实这幅高山流水图想要得到它的只有真，因为只有真知道这幅画的存在。所以说其实所有想得到高山流水图其实都是真，真找鬼来偷，真找你弟弟来偷，都是真想要得到这幅画。其他人都是高山流水图对于他们来讲都是一个砝码而已，他们要通过高山流水图达到自己的目的。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滑冰种花专家看后，这是于9月1日举办为期一个月的 M 国著名画家水墨夫人个人专辑画展。滑稽的是，展方在闭幕时才发现本次展出的7幅水墨画全部被人替换，展方已经联系警方并邀请事件名侦探 Q 前来调查此案。所幸的是，窃贼在展厅通风管道留下了数根毛发，相信通过 DNA 检验之后很快可以将窃贼捉拿归案，也请窃贼主动自首将真迹归还。所以意思是说这些展出的画都是假的，后面是假的，就是监控拍到之后应该是我弟弟去帮他全部画展里偷画了、然后我觉得是我弟弟在现场应该留下了我弟弟的头发。 所以说我大胆的怀疑说可能你弟弟的失踪跟 Q 的调查有关系，但我不排除你弟弟可能被真灭口的可能性。然后在真的房间的电脑里边找到了窃听器听到的内容，现在非常清楚的知道是真安的。第一个是在1月12日晚上11:30的时候的内容是：太好了 ，Q 终于来调查了，一定可以揭穿真相。我记得刚刚打信息里边是讲到 Q 来 J 市调查，1月12号。第二条录音是1月17日早上9:02，你是10点钟把窃听器摘走的，但是9:02的时候，这个窃听器还录到最后一次的内容是 ：Q 终于查到了真相。弟弟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明天 Q 就会去找他，揭穿他的真面目。就是他被我的那个假的视频给蒙骗了吗？9点钟 ，Q 留在我画室门口的文件袋里，上面封面写的是：“这是我用双黄斗更清晰的 OPPO Reno 3 Pro 翻拍的一段监控，明天我会上门找他对质查清楚，一定要人赃并获。”他不止这点罪，这就是所谓的他的罪恶不止这些，指的是这件事了。但是死者的机票、护照和机票，真有一个登机牌，是第二天凌晨3点。其实所有人都没有注意，这个机票姓贾，这个护照叫贾古董。哦。所以说这是一张伪造的
护照和机票。那其实那就很奇怪，说真想跑路，为什么他即使要跑路，他为什么要用假护照呢？那我觉得说，其实真已经发现了他的事情可能会暴露，所以说这就是真用自己的伪造的护照、假身份和登机假身份，然后买了机票准备跑。现在比较关键的问题是，跟甄父亲就是老甄有矛盾的其实是死者本身，那为什么最后杀了老甄的是欧？然后还有一部死者的手机没有打开，这手机里面相信一定有很重要的讯息，那其实这个就是所有的精彩。侦探发现好多，请投票，加油侦探，侦探好运。第一，我比较倾向于先把鬼鬼给排除掉，鬼甄他们两个的关系没有那么深入。第二，萨很多东西他是被蒙在鼓里的，他可能会是一个间接杀人事件，因为现在死者最终的直接死因我们还没有发现。但是就是最直接的死因一定是最恨他的人，陈欧和何。那我们接着要去查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线索。行，好，我们开始二搜，加油，出发！上抖音 APP 搜索“明星大侦探”，猜猜谁是真凶，惊喜福利抖不停哦！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快来下载抖音 APP， 跟我们一起探案吧！我要赶快动手了。那把刀还有血。哥，那你弄的？让他闭嘴，就是把他杀了。那老头早就该死了。死了，烧破的痕迹，有人在我之前动了手。哟，你也有中毒者两小时后毒发身亡，可以确定死因了，你等着被抓吧。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 感谢5G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微博搜索明星大侦探话题词，一起边看边聊。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独家深度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ucker 封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亲宝宝、中华万年历、造豆果美食、闪萌。感谢网媒支持，中青网、凤凰娱乐、新华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新浪湖南、大江网、红网、大众网。侦探再度集结，神秘嘉宾，敬请期待《明星大侦探》第五季，每周五中午12点，芒果TV全网独播。